向全世界传播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概念价值观跟西方游牧民族不太一样。关帝庙，一个是观音庙，虽然是皇城，但是老百姓可以进来。这个年代，你看，这是正阳门瓮城，应该是这个是一个瓮城。啊，这个字瓮城。哦。哎，就像瓮中捉鳖那个瓮城一样。西边门和东边门，七个门，啊，七个门只有一个贴着中轴线出来的一个门，永定门。是吧？它作为外城的中轴线，搁到西南。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香港大公文汇传媒北京新闻中心秦展国，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代表中国和北京传统文化的正阳门城楼。今天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携手海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联合举办本次交流会，旨在促进联合会与各位海外华文媒体的联系，加强双方的了解，争取更多合作机会。正阳门，感受历史和现实的时光交错，感受古城北京的独特美丽魅力。同时呢，通过北京市旅游委、世界城市旅游联合会领导的介绍，使我们对北京全力推动城市旅游的最新发展，以及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这一概念有了更深的了解。